ground shake.欢迎收看江 Style 频道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新增了一台飞机，叫做莫古尔。哇哦，这台飞机要300多万呢、啊，直接给它买下去吧。OK， 我们来改装一下这个台飞行载具啊。这台护具呢，就直接给它满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不用讲那么多了。护具满，反制系统就随便选一个啦，对不对？闪光弹。行，操控，来重装，应该是说它的涂装来了。涂装换什么？蓝色的，全员上机吗？哎呦，这涂装看起来不赖啊、哦，你的橘色不错看哎。哦，横冲直撞。私人的飞机，绿色的，来个横冲直撞吧，红色的，太搭呢。哎，黄沙是 OK 啦。这个是哪里的？还是看不出来。先这样吧 ，OK， 出发喽。哎呀，这样子有比较好一点啊，可是还是有点怪。那我们就先出发吧 ，Let's go。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很慢啊，它如果没有买加速器的时候会有点慢。加速哎，加速哎，不能按吗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能按加速器？我不是要买。飞上去喽！开启舱门的话是十字右键，然后它会按一下圈圈可以投弹。然后我们飞回去啊！开始起雾了，这怎么下降？我们。挪一下位置哦，我先把脚架放出来，然后对准这个跑道 ，OK。降落的时候要先减速一下。耶、yeah, ，成功降落啦！哎、欸，是不是有哦？要接西门的任务啊！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给我们来换一下位置。OK 啊，一次就是双管的哦，来来来来，要被警察通缉。哦，还蛮帅的。空中堡垒啊！呀，这谁？这战斗机撞我，去死吧你！去死吧！我先逃离这里，我被追杀了。Let's go， 出发喽！加速哦！收脚架。OK， 这台飞机呢还不错啦，性能还 OK 啦。喜欢的人就花钱去买吧，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出去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